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真多。听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38面，第六行，最后一句啊，第六行由建筑物对着看起。西方之莲有天黄赤白四种，有水米腐开落之三时而异名。分道里为白莲花之正开护甲，讲这个分道里这花开开了，不是无开。那由此花最大，花瓣作罢，一名毕业花，描画莲花经的莲花，即处白莲花毕业之分道里花呀。这一段的这个无情啊，咱有讲过啊。莲花啊，或是用伊来表法，希望人心像莲花同款。在植物里面，因果同时，莲花显示个上明显。在还未开的时阵，莲花在这黄的里面已经啊都莲子了。花开的时阵，莲子就熟了。花是因，莲子是果啊，因果同时。无像一般的植物，伊是先开花，然后结果，因果无同时。莲花予咱真正明显的体会到，因中有果。故中有因，因果同时，因果不离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所以众生起心动念，起一个善念是因，善果确实显示出来了。啊，咱啊人唔知影。古早人的笔记里面有记载，啊，这个善人在动念善行也未成就，故无伫天上，迄个天上终点那就拢该做好了，就等你去呢。不过这个。人间你唔知影，你家己也唔知影，同款的一个道理，咱来当一个恶念，大概地狱已经给你造成了。啊，你唔知影，等到你命中了后，就会去地狱。确实，因果是同时，是啊，佛用莲花啊来表法，意义。非常深远，也就是讲，提醒人时时刻刻知影这个起心动念，哎呀，都是因。
何妨言语做作？你迄个音就圆满咯。第二个，咱得到真多信息。第二个，无量无边，算袂清的啊！哪有遮多？有啊！一个念头都是一个地狱，恶的念头；一个善念都是一个天堂。现在咱对的道理会当接受咯。圆王观顶面讲得真清楚，出生无尽啊，念念出生，念念灭尽。我伫楞严会上讲的，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。确实就在当下，因果在当下，报应在当下。啊，咱看到这个世界形形色色，那就是念念的相续相。念头终止，苦都灭了，念是因，终止苦都无了。所以，佛在地上讲呀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呀。人绝对唔通迷惑，迷惑你念念是恶。你在做地觉业吗？如果你念念觉你不美，你肯定做的是善业，天堂的古堡啊！学佛的人念念做极乐世界古堡，莲花是表这种的深意啊。啊，咱继续来看下面呢。有处花，多处有，然后六达地，人间无有，故称为林中荷花，有花顶，就是称赞伊啊。六达地伫倒位呢？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顶，咱家合作是天敌，那管的所在有一个敌，这个敌的边啊有这种花，非常稀有，其他所在无办法通种的啊。只有在那种的高原，那种气候环境下面，它才生长的出来。莲花啊，都简单来介绍到这里。有十色光波，十色好呀，合味啊。种呀，植呀，有遮侪意思。五花十色，十色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调和，代表合作。所以啊，和在一处，
梵语叫做加西。咱那身躯称的这个是加西，加西什么意思呢？杂色，伊唔是一种颜色，五色，红、黄、蓝、白、乌混合啊，你做这种的颜色叫杂色。文盲里面，早年是托钵，这钵饭不是一家共用的，一家共用一点啊，七家合作这个一钵饭，一钵饭呢叫做加西，伊是啊混杂的，饭啊无同款，菜嘛无同。拢总混在一起，所以啊，这加西的意思就是众多啊，杂合做一个啊，所以啊，有合啊合种子的意思。佛祖这个代表平等。无偏心，无邪念，平和中正啊，出这个意思啊，咱来一半饭，爱知影讲这个意思，咱摸到这个衫，爱了解这个意思。那衫，这个顶面一格一格，代表什么呢？无同的族群。无同的这个种族，无同的文化，拢总啊合作一个，包围伫我这个身上啊。这个鸡鸭咧，你详细掀开来看，长短是同款，但是排列顺序是交错。告诉什么意思呢？鼎鼎无尽。你想要找的精髓无啊？伊就是一个一个一直延续落去，无穷无尽，表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佛法里面，穿衫食饭，一切这些用具，全部拢是表法。拢代表自性，完明古德。这个经常常用这四字，完是圆满，明是光明，光明代表觉了，觉悟明了，顶顶无尽啊！生没有穷尽，相。嘛，无有穷尽，作用嘛是安尼啊。啊，通达、明了，这就是佛啦、啊，是菩萨。迷惑、不明，迄就叫凡夫啊。啊，佛菩萨甲凡夫是无差别，平等。一如，只有啊，格物无同款。除去格物以外，无一项是不平等的。五十色之众色合合意啊，了解伊的意思，安尼就好。光无者，光是光明，无是无性。明星呀，小本物，地中莲花，大如车莲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一天十色光模呀，这就是讲大本小本拢有，
讲唔对咯。这个代志真重要，最重要是爱当体会伊表法的属性。啊，通达明了表法的意思，这真正叫万明古德，你真正体会到弥迦满也，莲花遍满菩提，佛音随面，果法弥合随相。这是显示十方世界念佛人遮多，因为莲花不是人种的。莲花从哪里来呢？十方世界有一个人听到弥勒名号，听到无量寿经，或者是观无量寿佛经、小本弥陀经，心向往之，心内面想往生极乐世界，想亲近阿弥陀佛，菩提内面就会生一朵莲花。这个莲花无开，伊啊求生的心愈恳切，真心切愿，念佛念到真困，这个花就一天比一天较大。所以莲池的花大小无同，颜色无同。啊，如果这个念佛人贴心咯，该学啊，别行的法门啊，这个花就会打去。所以啊，这个花有落，安怎来落呢？贴心，无想要来咯，花啊都谢咯。这是的，一路世界。只有七宝地的莲花，看到那像有生啊有灭，其他的啊一切万物看未到生灭，无生灭相。因为莲花是十方世界众生因的心念，唔是阿弥陀佛的心念。阿弥陀佛只提供七宝地。莲花是啊，每一个众生家己的意念，意念的成就。啊，而且经常甲咱讲啊真清楚，莲花顶面拢有家己的名字，绝对也袂错误的啊。共名共姓嘛是袂错误。绝对会当对伊着好，袂创唔对呀。西方世界往生西方净土的人太多啊，太多了，分分秒秒拢无间断。请看下面的这段经文，六臂众生，这个臂是叫做世界，故欲出水，这菩提会使受水的啊，会当底下来沐浴，欲知足者，就是讲不功德水。我只想讲水淹到我的脚，啊，迄水啊都淹到迄地。用指切者，想过脚头乌，伊就到脚头乌；用指腰腋，伊就到你的腰；用指颈者，伊就到你的头颈。
这个水真听话啊！迄有惯心，水啊对空中淋落来，咱现在讲淋液，水啊确确实实对空中落来惯心，这是啊完全讲这形，下面讲温度。亦有令者、温者、及流者、反流者，以水一一随众生意。开心液体，精量无形。啊，这真正是真实的功德。沐浴在这水中啊，开心是精神爽啊，液体是身体舒畅。啊，咱讲快乐无比啊。不刷硬贴，无亲不教啊！底底是金刷，底下搁较深，就甲清清楚楚，说明这个水真清气，冰清啊！一丝毫染污的拢无，佫较侪的众生啊，伫这个水池内面沐浴啊，水无一点啊，哎呀，浑浊，无一点啊染污，说明西方叫做世界，每一个人的身体叫做金刚不坏身。身体清气，无丝毫的污污。在七宝池内面，七宝池嘛无丝毫染污。咱啊看下面念落的注解，有。天水谷妙用，陷入林意啊！这来对注重迄个陷入，入林意就真难得咯。陷入林意，如每一个人的意思。哎呀，不可思议啊！我伫这个水池内面，希望水较冷一点啊，伊就冷。你甲我伫咧做伙，你希望水较烧一点啊，伊会感觉就会真烧，我感觉就冷了。同一个水池的水，哎呀，随一切众生意，这妙啊！这妙用啊，陷入林意，故有出水者，为了说法，比托林天啊，为水国心，什么叫做水国心呢？咱啊，这个世间的人。身体叫做水谷心，大家啊拢知影，人体70%是水分。用这个身体都在倒国啊，粮食来用这个身体啊，咱啊欠水欠国，生命就未当维持落去。所以讲叫世界无需要，
伊毋是诶，甲咱体质完全是无共啊。也因是金刚不坏心啊，无需要饮食。那经常讲饮食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湿气啊。咱初到这个世界无偌久，常常想安怎遮久还未食饭呢？这念头一个叮当，饭菜拢伫面前，要食唔食呢？未食啦。现在现前，我现在无需要了。这娑婆世界物件，我无需要了，立刻就无去了，都无看到了。一切变化所作啊，所以啊，极乐世界的人呢，清净成就，有需要沐浴呢，洗身躯无需要。为什么要搁入水？这水内底，因为这两句讲出来呢，随意受乐啊，动度心高，有这款的好处哦。沐浴的这个水中的是啊，享受的。伊个甲咱的。有时劫来的烦恼习气，洗了了。所以身心舒畅。哇，一句话讲，极乐世界人浸在七宝池内底，创什么呢？断烦恼，开智慧呀！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啊！念老的这地，甲咱解释回溯这段意思，意为彼土天人莲花化身。为以饮食饮水食国，以为神明，伊无需要甲咱完全无共。本来清净，何须水浴？沐浴伊嘛好需要，该随意落利欲，唯独心观，是为着当伊个。烦恼习气啊，心过消毒，烦恼习气断了，自然心开体色，精神特别的好，身体舒畅。所以下面的经文刷了就开心一体，殊功德水的妙用是不可思议，这真是不可思议。以水为上下，水温的关节，水流完结，以水众生意，这是咱现代科学拢做未到。西方叫世界已经完全落实了，六零初有出水。地脚，也有自腰、自颈，也有关心，这等于滴水水灵意念，你心港主宰，
甚至醉生虚空，离作临观。水上升到空中，你顶面落落来，临溢啊！这是啊，这是叫世界啊！下面讲人间之水，以上向下，咱这个世间呢，只有向下流。你叫世界的水呢，上下无碍，会当向下流，会当向上流，更有进者，一个进一步咯。同一个滴水，如人入浴，人之所欲各有不同，或宽或低，或软或凉，或欢或急，以此水能一一滴众生意啊，何能一一随众生意？这咱头前有讲过啊，不算。一切法随众生心相生，没错啊。在这个世界，好一句话，你不通过疑惑咯。完全应验。如其所愿，同时当初何应现之？这是这心一处，无事不办啊。这的叫世界啊。同事之水是何等之水，如是境界是何等境界。然后提出这两句，让咱好好想看卖，这是什么境界？这是什么款的水？地球世界做得到。啊！在咱这个世界，为什么做不到呢？对理想讲，叫做世界做得到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时、一切处，拢应该做得到。为什么呢？发性平等啊，发相也平等，作用嘛平等，哪有讲做不到？那为什么做不到呢？是咱家己迷失了心性。问题出在这地啊！呀，咱确实是迷离不觉啊。所以啊，一切苦难。对这个所在发生，没是自性啊！啊，咱思想错了，咱的见解错了，咱的言语造作更加错了，迷了叫自业。业有正业，有念业。正业是净土，诸佛如来的净土，是十法界内面的殊胜法界，这叫净土。
诸佛如来的念土念污呢，是六道轮回啊。六道加四性叫做十法界。六道内面善心生三善道，恶念就生三恶道啊。确实念头这叮当古婆已经形成了，我讲的啊，一点啊都无唔对啊！你若问讲佛哪会知影？佛也是亲眼去看到的。唔是推测，唔是想象，伊也伫禅定当中看到。也禅定无空间位置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全部拢看个清清楚楚。啊，所以咱就知影咯。修行伫咧修什么呢？修心吗？常常君临，伊在起心动念处修，要按怎互家己的心恢复到正常？常住真心啊！真相是什么呢？真相是六根啊，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就是佛心。妙觉故为的心。那如果会向伫这所在修，念佛求生净土，生是不庄严土，不是动机土，不是方便土，成佛境啊。常常君临啊，上将军性的都未够啊！啊，那啲六军接触啊，六顶境界，修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修这两行。我常常用这四字来代表已经庄严，业境顺境，善言恶言，言是人事环境，善人恶人，用清净心去甲看，用平等心去甲看，这是菩萨啦、啊。这真正显灵啊！在呀，无条之间，无念净，无善恶，咱啊就回归到平静。静是清静，
平是平等，这款的心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方便又无托啊！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这款的好习惯，这叫做修定。心绝对未随外面的境界所动摇，永远守着家己的清净平等。你的性德虽然无全部的显露，也会显露到一半，所以你也绝对袂对六道，毋是三恶道袂对六道，也就是讲袂过再转来到六道内面来，也毋好到西方极乐世界方便又有土。所以就要养修，真正会养修，在这世间，只要你啊知心一处，下面啊都无事不办咯。啊，了生死出三界，无稀罕啊，加上便饭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。现在众生难度啊，这都什么意思？那用现代话来讲，就是啊，帮助、协助。现在众生啊，真歹个帮助，为什么？伊唔接受啊，伊唔相信啊，啊这。那这都无办法咯，已经接受，伊会相信，就会当甲帮忙咯。所以讲，多一个算一个啊，唔免讲有心，我还要去帮助别人。为什么你家己都无成就？家己无成就，要安怎成就别人？我哋经常讲啊，真好啊。家己啊，无成就，就想要去帮助别人成就啊，这是无有实处啊，无这款道理。关键是自度，然后你啊，才真正会度人。啊，伫灾难面前啊。网络因为有言看卡透露予咱真正多的信息，咱袂赴咧应接啊。有言毋通去重视，重视什么呢？重视伊是用什么方法应对。就是讲用什么方法去对付这个灾难？啊，咱看真多咯，在大多数主张的都是啊，美国啊、布莱丁啊所讲的断恶修善、改邪归正、端正心念。在佛法里面都教咱念佛啦，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你啊真信真愿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，
什么灾难拢会当化解。如果啦，这个灾难，咱家也有经验。灾难来到咱的身上，你就会去看到阿弥陀佛在空中来接引你，来去叫世界去啊。每工做梦都拢所需求的，真正求到了，你敢袂欢喜呢？生大欢喜啊！总是啊，哇啊，脱离六道轮回咯。无世界以来，都无办法脱离啊！这个时阵脱离大喜事啊！如果你还阁有寿命，你伫这个灾难啊，平安度过。也过活伫这个世间，一定有你的任务啊，有你的使命。你爱啊，帮助众生回头是岸啊！在咱记了后的众生，拢是善人，伊拢会信，拢能信能解能行，拢也是好人。所以在咱来咯，咱留落来是好事啊，往生国家是好事。呀，灾难咱爱知影无？无需要。有人来讲点头，我知影。老师念佛，求生净土啊！这个问题就解决咯，心爱定，唔通知影太多，知影太多就是障碍。彼时笑时烦恼笑，生人到处是非啊多，唔通认识真多人，也免知影真多代志，无需要老是念佛。每天听经念佛，是多快乐的啊。阿弥陀佛了。老技师提出两个问题，当初出水是何等之水，如是境界是何等境界。下面因发华经能顾忌，法华我知之不思说，我法妙难思啊！这是老技师这两个疑问的这个答案，真妙啊！法华经的两句话。这真是难思之妙法，甲《法华经》上所讲的是同款。难思就是不可思议啊！下面主就是现在。有不思说中，勉强说之。弥陀因地，主真实非，庄严净土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啊！这是《无量寿经》的正义啊，诸真实之际，
演讲说几节是这立体，这也是听无啊。下面一句都听有咯，当然自心。是这立体是什么呢？就是咱家己的真心吗？这不是妄心，是真心。大家人啊，拢有啊。只是啊，咱啊现在没咯，没了。所用的心是什么？用这妄心啊，咱的麻烦在这里啊。用那真心呢？你在生活法里面，该称作发心菩萨。用妄心的，拢总是称凡夫。所以爱知影，了都是凡夫。四圣法界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嘛是称凡夫。大圣经内面分得真清楚，六道叫做内凡，六道以内凡夫；四圣法界叫做外凡，六道以外凡夫。为什么？伊用的是妄心，伊唔是用真心。啊，妄心都是阿赖耶，十法界拢总是用阿赖耶。如果你无用阿赖耶咯，你就超越十法界，都是发心菩萨咯。伊也不用阿赖耶，用真心。啊，真心都是啊，真实之者，都是实在立体。什么是真呢？无带妄都是真。什么是妄？以心动念都是妄，分别是妄，执着是妄。我讲较粗一点嘛，自私自利是妄，是非利我是妄，名闻利养是妄，七情五欲是妄，五欲六尘是妄。咱若一讲到暗，一年通天，拢是咧用妄心嘛。真心唔知影，真心是甚物呢？就是菩提心。咱甲归纳为十个字，好记啊。真诚是真心，清净是真心，平等是真心，正觉是真心。慈悲是真心，也咱起心动念，那是会甲这十字啊相应，咱都是用真心。咱伫咧行菩萨道啊，也咱行这条路是成佛之道咯。丢了，也那咱也个有分别执着，也有自私自利，也有嫉妒障碍，啊，咱就错了，咱不是幸福道，啊，咱行什么道呢？咱行的是三恶道啊。
啊，咱想到家己当时，还是想到别人？想到别人无甲家己袂记哩，这是人天道啊！我袂记哩，做人啊，是家己，一切话都是啊，当年啊，自心，离开当年自心，就无一切法啦。也即是一法故，一清净故。王行论顶面所讲，真是智慧无为啊，发心啊。这都是啊，当年自心。出水即是真实之境，果然佛门实现，广满啊众愿，一一回忆真实之理啊。这个都爱干我的人，才会得到这款的受用。啊，咱这个世界最比污染，日本这摆地动。那讲念有了海水，也过念有空气，虽然无严重，这就是一个上天对人的警告啊！可能后面也有更加严重的灾难发生。啊，咱啊，心内都爱有准备。啊，那准备努力念佛，化解灾难。甲讲真正会用哩，会用哩啊！什么道理呢？境随心转啊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。咱的心念转过来了，啊，咱啊放下自私自利，念念想着地球上一切苦难众生。念头转过来了，大公无私啊！有大乘的人知影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甲家己是一体啊！所发出来的是无言大主同体大悲啊，这就好了，这就是真实之际咯。
甲自信相应，真正那甲自信相应，这个能量就真大了。在带着严重剧毒的物质，甲你一个接触，你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就甲以后恢复正常，伊就变作无带病毒了。病毒到你吃啊，就化解了。为什么病毒对都会来呢？病毒是对贪嗔痴变出来，你无贪嗔痴啊，所以啊，你都会甲伊啊解毒，伊都恢复正常。有这款道理啊，这个道理都爱相信啦、啊。你唔相信，就未起作用。你相信真正会起作用，所以这个水都是真实之际。咱知影这句，都有啊能力，用家己的能量甲伊化解。极乐世界呢，伊会普门实现。门是门道，就是方法；普是普遍，无障碍啊！什么拢会现，会完一切众生愿。伊啊，非伊真实之理啊！我最业妙法。你现出意啊，这个啊意思如来啊，如明显咯。咱看下面这段，这个讲解，开行，行者明也，有幽静之心性。灵妙不可思议，我心识俗称作灵魂。啊，这个心就是啊，心识开心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从基土的菩萨、方便土的菩萨，也是用心识，心识是妄心，也是用伊啊，无转过来。转过来了后呢，伊就无伫咧方便动机，伊无伫食咯，伊就去食布土去咯。所以叫做世界有反省动机土，有方便又有土，就亲像咱这个世界有十法界。但是咧，因的好处，就算是同基础啊，把片往生的人，拢会得到四十八愿、第二十愿的加持。第二十愿讲了，该做阿维瓦地菩萨。这个啊，不可思议啊！虽然伊是阿维瓦地菩萨，伊的本质无离开心识，也无转起来。
所以灵魂实在讲是不可思议。伊啊是自然现象，嘛是精神现象，伊无物质。对于物质的障碍完全突破了。就亲像生在四空天的天灵同款，但是呢，四空天灵你不觉，啊，这些菩萨呢，就是啊，极乐世界这两土，方便土甲东极土，这些啊众生啊，觉离不迷。西方世界西方界完全是无同款，伊袂迷啊。为什么袂迷呢？阿弥陀佛逐工伫咧加加，烦恼无断。若讲即个人逐工啊，甲佛菩萨做伙。无开悟嘛，那就是啊开悟咯。啊，咱啊对于肯定有这个感触啊，那就是啊开悟咯。其实啊，伊是阿未开悟。为什么那就是开悟呢？伊啊听佛讲经听太多了，伊啊已经甲伊的信心。拢啊，沐浴伫个佛光之中啊，拢沐浴伫个佛的智慧当中，所以看起来那像是啊佛啦，真正佛咯。啊，个何况极乐世界，拢总啊，拢是啊，得到阿弥陀佛啦、啊，本愿微心的加持啊。那就更加明讲了。那么有行智慧行，连啊神通道力拢总真行，无强无行呢。莲花池内面每工去浸看卖，功力啊提升了。逐工咧提升啊，犹如雕琢《维摩经》书法，有多智极者，既可以行言观地啊，你有其心学在，这句话。念路有解释，是即以真正之不可思议境界为之心学，是你真正证到不可思议境界。找无名词来甲形容，不得已称一个神学，神就是啊不可思议，学就是境界啊。这是啊，即地即个神理，有主宰啊，铁戒啊，树立啊之智慧。我心地，这是智慧。
是你无足意自自然然看到呀，那看到特地看到，有着一切事一切理这种的智慧，自性本来有的啊，或者智慧现前，你才看到一切事理的真相啊。大乘经上讲的啊，诸法实相，一切法的啊，真实相，你看到了，你明白了，这叫做心地啊。故地开心，开心是什么意思？灵枢欲者。都是在七步之中目益的这些人开显色性中本有之心地啊！啊，这个啊，不功德罪啊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常常在这水池里面洗身躯，就会啊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有这好处啊！啊，真正是啊，无量功德啊！水会甲你无始劫来，厌世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的习气啊！拢该洗个清气了。伫这个水内底浸的时阵，这水有这功能，你就会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叫做开心。有水古不得，头前他过了。雕河蜥蜴啊，高液体有八种好处啊！你沐浴在其中，你这身体感觉啊，就非常的舒服，也那都是欢喜啊！真正清净无垢啊！这个水清净啊，净啊，净是不动啊，清是不染，水无染污，水无波浪啊，叫做净水啊，无波浪的。这是啊，静的意思啊。无形者，表自清也。以水自清，灵枢滴对，不刷清帖涌现。水清亲像一面镜同款，像玻璃同款。啊，清到什么程度？清到你看未到水的形状，你看起来哪像拢无啊？水啊，完全是透明的，对地面看到地底，地底无沙。无刷风光，以水马风光，所以才有
亲切应现，英雄共业不刷应贴。这叫既对国外母亲不教，经了无形最之上呀，完全透明。那亲像无水的形象存在，海是液体，是水的德用，上用不妙，是因水之本体呀、啊，妙呀。这句话意思真深吗？问题是什么？是真如，是自性。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的本体是一个，无体哪有这现象呢？云大师讲得真好，何其自性，人性万法，法界、虚空界，拢嘛是啊，自性生啊，拢是自性现的啊，自性人性灵现。为什么只有伫极乐世界才会去感受到？啊，咱这个世界为什么未去感受到呢？头前啊，讲得真清楚咯，叫做世界大众用真心看到真相啊。佛地大乘经上讲得真清楚。妄心，只会延到虚妄的境界，延未到真实啊！真实是什么呢？所有现象的体是真实的，相是幻想。体如如不动啊！相是一个频率啊，将来都无静止啊。阿弥勒菩萨甲咱讲，一旦止32亿8000念，这个念就是频率啦。啊，一秒钟。伊震动偌济摆呢？1600条次啊！这是讲一般呀、啊，无论是精神现象啊，或者是物质现象，甚至是啊自然现象，一秒钟的频率就是震动偌济摆，1600条。不过伊的体不动，体本无动摇啊，从来都无动过。啊，咱无用阿赖耶，都看到体相用，全部看清楚、看明白了。咱无用真心，用阿赖耶意识，你会看到阿赖耶，
看袂到自性。阿赖耶的相，阿赖耶的作用，你会看到。阿赖耶的体，你看袂到。头前所讲的，拢是阿赖耶的相该用。为什么会有这么殊胜不殊意的作用呢？让伊见性了，罪的本体都是自性。咱伫这个世间明心见性，讲实在话，例如世界这个现象，伫地球上会当看到。那都是利比思甲妄想啊、分别啊、执着、拢中甲放下，你就会看到咯。华严经上讲，你证着初诸菩萨啦。破一片无明见一分法心。都、就是看到啊，本体妙，都看到了。所以佛法，伊真正是科学啊，会叫咱啊清净。今仔听佛讲袂用呢，你家己都爱净着。净着你，才会啊得到受用。如果那无净着你啊，不得受用啊。咱阁看下面这段，这个水阁较妙咯，伊会说法啦。水伊个妙音，依然几回专向灌注，无用无量微妙音声，一闻佛法精声，波罗蜜声。知识即精声，无声无别声，实力无为声，一闻无性无作无我声，大慈大悲一下声，甘露灌顶是为声。注意。而言无量妙法，佛的这地给咱六句归众做一个例，咱哪看注解有单正面的这段经文，明本品之理，第二个大段，随业妙法，公业无尽说法之妙地啊！水也是矿物啦，经论内面称动物叫有情，有情就是有感情呀。有情
有爱情。孙家的意思贪乱，违背家己的意思万分啊，就叫做争执。无情就无这个现象，树木花草无这个现象，山河大地矿物的骨卡无这款现象，啊！现在呢，咱总是创清楚，从明白咯。植物、矿物，这是无情，不是讲无这现象。伊啊，这个现象表现比较较低端，也比较较慢，无像友情遐尼啊激动，遐尼啊激烈。实际上，伊也过是有感情的。啊，日本冈本博士的水实验，就是非常明显的科学证据啊。水是矿物啊，你真正了解人的意思啊。咱若面对一杯水，讲我真喜欢你，我爱你，这个啊水变作这个结晶回报你的，是非常水的图案。伊啊感受到咯，伊回应你咯。你讲我讨厌你，我无喜欢你，伊啊回应的图案都真歹看。真正起作用啊！咱伫弥勒菩萨甲世尊对话来对，真正明白咯。所谓有情甲无情，绝对是一，毋是二。伊无办法分开啊！弥勒菩萨讲咯，伊但是32个百千念，念念生形，形是物质现象，应该有色啊。只要是物质现象，伊就有受想行识。所以《心经》顶面讲咯，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是什么呢？头前啊，恶极一模一点的迷点，阿良助力学家甲咱讲，上界所的物质是现象是什么呢？现住咱啊肉眼看未着，原住咱嘛看未着，现住比原住更加水咯。科学家今仔日伊会看到电子100亿分之一的叫量子，嘛叫小公子，
一百亿个小公主组成一个电子，这样你说一个物件，伊是物质现象。我经常甲人讲咯，这样你说一个物质，伊有受想行识。物质也是色啊，也就是讲，伊有圆满的色、受想、行识，有叫五蕴啊。观世音菩萨，伊的法眼，会看到这样所有现象，当体皆空。用五蕴皆空，不是真的啊！所以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。这里面的信息，重要都是精神内底有物质，物质内底有精神。精神甲物质未当独立，未当分开，伊也是一体。而且物质啊是精神变现出来，无受想行识都未讲有物质现象。这是德国的科学家弗朗克伊发现的。弗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伊讲宇宙之间根本都无物质这块物件。物质的这个啊，本质是意念。所以，所以语言妙法啦，是真的啊，不是假啊。所以呢？所以注意语言描画是真的不是假啊。阿弥陀佛灵灵，这部在里面八功德水帮助伊啊，演化理性啊，帮助伊啊教学，才会拢变作阿弥陀佛教学的工具。目的呢，是升学给了众生之善根，教学的目的，这是阿弥陀佛啊。真是智慧的妙用啊！是阿弥陀佛大愿的成就，依然最是世文活泼，大泼活难，今为微难。来自细胞啊，主要知影，所以伫静止的时阵不动，不动啊，都无声音；所以伫流动的时阵都有声音，亲像这款的微波，伊的声音咱听袂着，
咱是粗心大意啊，咱会听到什么声音瀑布啊？那最明显呢，水啊对真悬流来下面，迄、那个声音真大。小河咧流水，这个、声音来听到啊。鹰咧，亲像伫海边，浪花的声音咱会听到。不过真正美西坡就听不到了，所以这所在咱就会体会到，比如世界人心是偌静的。因为啊，伊在定中，因在静的当中，叫其美的坡，伊拢会听到。啊，咱读的这个经文，爱细心的两下对照一下，就知影伊的内底微妙之处咯。一回只是慢慢的，回是回流，水呀、啊、回流。这个伫大，咱整个地球。海水也是回流的，海面上看不到海底回流啊。唱水的人深入海底拢嘛知影，伊流的速度、流的方向有一定的轨道，一定的点数。现在电视乱咯，海水啊，回流的电视啊，乱咯，水面的啊，海风流以后方向的有轨道，现在嘛乱咯，这样麻烦大咯。对航海人会啊造成错觉，会啊容易迷失方向，也就是讲容易造成海难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讲咯，一切化众心向善啊。心心有规律，有原则，山河大地，伊嘛是遵守规矩，伊嘛是有方向，有原则。人的心那是失去了规律。外面的大环境也对于失去了，春夏秋冬是地球在太空当中运行的特殊，现在这个特殊明显的颠倒病无正常，春秋愈来愈短，科学家甲人讲，可能春天、秋天只有一个月，热天啊变长咯，热天五个月，寒天五个月，热天搁较热，寒天搁较寒。异常啊，无正常。这个现象是所变，灵变是咱的心念，咱的念头无正常啊。
感到外面山河大地的预报拢是无正常。这个问题要安怎呢？为何正常都爱靠特殊？什么特殊？伦理都是特殊，道德啊都是特殊，因果是特殊。敬虔人的教诲是特殊，咱把这些东西拢总丧失了，社会大乱，地球嘛大变咯。行大伫这地球上的众生苦咯，啊，这道理只有《大乘经》内面讲较清楚，讲较明白。可是现在无人相信大乘咯。讲这是迷信啊，讲这无下科学。啊，只有等待严重灾难发生，到人类走投无路的时阵，也无定地回头。用过郭干部所讲的，唔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呢。眼前啊，一定会吃大亏啊，爱受到大苦难，大概啊，才会回头啊。也就是所讲的，咱啊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再去找老人，找祖先啊，唔肯去找祖先，唔肯找老人，你都无啊解决的方法。这是啊，真的啊！水破七幻，往复互相接通，连转成谱，古文转向灌注。水波相接，发微妙言语之声。啊，这种现象，住伫海边的人，逐天拢会看到。你看到海岸边仔的沙坡哩，海影。冲向这个海沙坡，然后再过退转去，过再一坡，这就是机会啊！我出了声音，伊嘛有节奏，你也真冷静去观察。真安静的，你去甲听，伫海边来观海，嘛会开悟啊！
一生是种类啊，无量，一妙亦无量，故法不用无量，一妙音声，所言无量一妙者，一定公说啦，无量妙法故。对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这些拢是阿弥陀佛本愿微心，微心是无假修行，啊，每一关拢落实了，珠珠连连，成就无比殊胜德相啊！何用这个来接引十方世界来生的大众？帮助因断烦恼，开智慧呀！帮助因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，那是安尼先，伊啊做甲非常彻底，帮助这个有缘众生，凡是求生极乐世界，甲阿弥陀佛拢是有缘，愈精进的愈用功的缘愈深。弥陀帮助你成无上道啊！弥陀帮助你回归自性，帮助你回归上极光啊！啊，咱才知影，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一个大道场，成佛的大道场。想成佛的人来到这所在，无一个未成就的。想成佛，一定要知影成佛的好处。成佛永远未搁再受苦，真正是名副其实离苦得乐。我哋经常常讲呢，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究竟是圆满呢？究竟圆满，一路世界也咱想要学佛，文化是比什么都较重要。只有文化，才会啊快速帮助你感悟。你看一路世界，阿弥陀佛说法，菩萨说法，十方世界诸佛到极乐世界去说法，极乐世界六尘说法，秋说法，水说法，你目睭所看到的色相，
说法，耳孔所听的音声说法。玉鼎拢说法啦，伫西方叫世界文化，决定是无中断的啊。啊，人呢？体质甲西方世界无共款啊。唔是血肉之身，无需要饮食啊。无需要睡眠。甲注意讲，这个世界上，五欲在色、名、食、睡。你西方叫世界拢麻木，记录世界啊，是光明世界。佛放光，菩萨放光，每一个人拢有神光，万物啊皆放光明，伊叫光明世界。无需要用日月光。本身放光啊，光嘛非常柔和，照在身躯，亲像咧沐浴在水中的同款。光会当啊消你的业障，会帮助你化解烦恼啊习气，会帮助你。精忠智慧，啊！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，拢是不可思议功德的成就。所以，伫西方极世界，只有进步无退步的。一生决定成佛，袂当唔知影，袂当无向往，袂当无要去呀。亚所言无量微妙者，以能讲说无量妙法故。民啊嘛，欲故归众啊啊！现在时间到了，下面的经文，咱明仔再搁刷来学习啊。